YouTuber 大蛇丸近年转而经营个人频道，以开箱美食为主。不过近来却有网友指出，他的影片主题重复性太高，更直言他变得太胖。除了担心他的身体状况，也让人看了有负担，导致频道流量下滑，从最初的500万观看数跌至近期的30万。对此，大蛇丸承诺自己会做出改变，增加频道的多元性，也会努力控制体重，展现了谦虚的态度。日前就有网友表示，看了大蛇丸最新的影片后，发现他真的明显变瘦了。虽然还处在肥胖的阶段，但感觉得出来他有在减肥。所以有观众表示，蛇丸近期有在影片中透露自己已经瘦了15公斤了，对此网友们纷纷给予支持，认为他有在行动，应该给他一些鼓励，也希望他能继续加油啊。